杀出一片天，这业者呢最近呢就展店到国际，吸引了行脚节目的主持人黄希田、蚕狗一块来一看究竟。像南部发迹的茶饮店，最近跟新马签下代理合约，他们说啊，茶叶跟粉圆到新口味的研发，都是这个创业很重要的关键，还有也是他们经营的秘诀。